是谁呢？哦，唐禹哲。打对了吧？但现在网友正在看呢，那11月份才出的单曲。啊、哦，对啊，对啊。醉了，我今天一直在单曲上。然后今年的话，你是来，现在是来，今天来北京有什么活动吗？没有，一个戏的发布会。哪部戏呢？去年拍的一个《王者日记》的一个发布会。哦，《王者日记》的发布会是今天举行的，对吗？明天。明天举行。对对对。那今天到北京的话，你们去哪里玩？今天天气这么好。没有，今天还有别的工作。还有别的工作。谈点事情这样子。哦，那是在新的一年的话，你有会不会再有新作出现？一定会啊，意思新的作品一定，新的一年一定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东西要尝试，这样不一样的风格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和原来那种抒情的还不太一样的曲风，对吗？对对对，就我听醉了的话，它的旋律是非常的R&B 型的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这样看看禹哲啊，今天有出来。然后他很细心去和他的助理拿包，那今天唱得也很帅。然后这边也是啊，他走那边也是非常的，哇，步伐好帅气。然后现场也是到了几个粉丝来接机。今天的北京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哦。那禹哲呢，今天有刚刚问到会不会去哪里玩，那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会。有没有时间去玩，那也希望他在2017年出现更多的新作品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先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我想要邀请一下他，看他愿不愿在新的一年来我们直播间里面做客。嗯。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我，一会儿试一试。好，那我们就送到这里了，拜拜。那希望来我们全明星直播做客哈，在新一年，拜拜，谢谢。那我们就这边就和禹哲拜拜了，然后他今天也要去忙他的工作。我们今天会在机场遇到很多明星，我们现在遇到唐禹哲，对，然后是一个对，然后路人的话也对这个明星非常的关注啊，因为他今天穿得很帅气。然后接下来还。